我晚上回家打开电视，几乎那些政论节目哦，90% 的时间都在讲高安的坏话。如果你们对于这一种动用、名嘴、侧翼、网军、1450治理国家，来影响台湾的民主政治，我们是不是要跟他说 no？高岸的市民朋友，各位关心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国人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新竹是我的故乡，到现在为止，我的爸爸妈妈、我的弟弟妹妹都还住在这里，还有我从新竹幼稚园、民路国小、玉贤国中、新竹中学的很多同学都在这里。更有很多我的亲戚朋友也在这里，所以其实后来去当了台北市长，我还是非常关心新竹的发展。新竹有新竹科学园区，是全世界资通讯产业的重镇，全国各个县市来算，新竹市的市民平均学历最高，平均收入最高，平均年龄最低，理论上它最有活力。可是看到过去这几十年的发展，我觉得它好像发展并不如预期，所以这次的选举是一个改变的机会。到底我们要选择停滞不前，还是创新前进？就在明天，明天就是投票的日子。明天对新竹人、对台湾人都是重要的日子，因为这一票不仅决定新竹市未来四年的发展，也决定了台湾民主政治未来的发展。这一次的选举，坦白讲，选得非常难看。我没有想到说新竹会变成全国媒体的焦点。我晚上回家打开电视，几乎那些政论节目哦，90% 的时间都在讲高安的坏话。如果你们对于这一种动用名嘴、侧翼、网军、1450治理国家，来影响台湾的民主政治，我们是不是要跟他说 no？ 所以，其实台湾的未来还是可以决定在我们的手中。明天的投票，让我们决定到底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。过去三年，新冠肺炎的疫情的肆虐，在今年又发生了俄乌战争，引发通货膨胀，当然后续的高物价，加上台湾原来的低薪，还有高房租、高房价，所谓的三明治世代，其实活得相当辛苦。很多年轻人都有那种无力感，所以他们对政治不仅失望，都已经到了绝望的程度。各位市民朋友，但是你手中还有一张选票，这张选票可以用来改变新竹、改变台湾。如果你不去投票，那么就由别人来决定你缴的税金怎么用；如果你不去投票，那就由别人来决定这个城市怎么建设；如果你不去投票，那就由别人来决定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发展。如果你不投票，你的心声没有人听得见，你的愿景也没有人知道，你心中的痛苦也没有办法被理解。这一次在你手中的其实不只是一张选票而已，其实更是新竹的未来，是台湾的未来。以前在新竹市只有蓝绿两党可以选，今天我们有第三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可以让新竹摆脱过去30年蓝绿意识形态的对抗，这个选择可以让新竹人在选举的时候不需要再含恨、含血、含泪的投票，这个选择可以让新竹选出一个以理性、务实、科学来治理这个城市的市长，这个选择就是高安。超越蓝绿，不是消灭蓝绿，而是让蓝绿都可以和谐的在这个社会生存。过去因为蓝绿
两党的壁垒分明，所以没有交流，没有合作，也没有办法共同去解决我们面对的民生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多元共荣的社会，它能够包容每一个人，能够把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，而不是为了政党利益，甚至是个人的利益。高鸿安在美国留学，他有国际的视野，他是理工科严谨的逻辑训练，他有科技产业的扎实历练，又有国会问政的经验，因此高鸿安来当新竹市长，我们希望借由他的专业，可以让新竹这个科技首都可以有更好的产业发展，更好的城市生活，更好的市民福利。这样的人才正是目前最适合带领新竹市的市长人选。高鸿安过去在立法院的问政表现、监督预算的能力有目共睹，所以他一定不会让新竹市再出现那一种花了12亿打了两场棒球赛就关门的球场，也不会再让新竹有那一种花了16亿还没完工的国小。而且还有一点，我认为只要高鸿安当新竹市长，新竹保证成为媒体的焦点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会公开透明，保证所有的工程哦有品质有保证。鸿安加油！当年好，当年台湾的民主先辈牺牲奋斗，为台湾争取到的民主自由，让我们可以用手中的选票去决定我们的未来。所以希望明天你们这一票投下去，新竹会更好，台湾会更好。请用选票宣告你们的意志，让台湾继续成为世界民主的骄傲。今天晚会结束以后，拜托大家回家以后开始打电话，告诉你的爸爸妈妈，告诉你的爷爷奶奶，告诉你的同学同事同社团，甚至同教堂的朋友，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高鸿安，而且最重要的，明天一定要去投票。最后我要再次拜托各位市民朋友，市长选6号高鸿安，然后里长跟市议员请选我们台湾民众党的。选择台湾民众党并不是把票投给台湾民众党，其实是给自己、给下一代、给新竹、给台湾的未来一个希望。希望明天你那一票让新竹更好，让台湾更好。谢谢大家。耶！也谢谢我们的柯市长，民众党最强大也最呢有力量的，人家说呢母鸡啊带着后面的小鸡，后面是一流的小鸡，前面是最强的母鸡，明天一定要全力打，好不好？好。柯P一直说8年来我的偶像，我看到你雨林到这样子都没有遮头，我戴帽子我还是人吗？我也陪着你淋雨，我有这种魄力。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，我们真的很想完成下架民进党，上架民众党，好吗？下架民进党，上架民众党。擦几滴，擦着嘴，黑跟白，各位，请认清没有色盲的朋友，让白的上，让黑的下。you